好，来来来，妈妈给你满上啊！谢谢妈妈。来吧，大伙儿啊，都举杯吧！好，举杯举杯！弟弟生日快乐！孟母儿童节快乐！孟母儿童节快乐！小飞生日快乐！小飞生日快乐！咱们每天都快乐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倒霉死了，我在广播剧《入戏》中饰演小楚楚家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倔强的小红，我在广播剧《入戏》中饰演静涛。嗯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入戏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 Free Talk。 我把它当牛排。<笑><笑>你必须得克服你这个心理障碍。 前面我倒觉得还好吧，我被你骗了。我不好奇，我一点都不好奇。有点猎奇。我不想。我对静涛的第一印象，其实是幸福的。从哪儿开始？ 不知道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就是如果搁我，让我接个我表弟，我估计我能尴尬死。我也没大你几岁，就是。那你说的好像你比我大十岁一样。<笑>大家什么相亲相爱群会的？<笑>相亲相爱群，对。<笑>小楚这个角色，我是有一些遗憾在的，我就巨难受。 然后我的眼泪就滴下来了。正常应该是我在下面，然后你在上面。从情感上，我一直希望他不是，你就是小飞啊，就这种疼是本能的疼，就是希望他不是。嗯，互相抓，互相那个。后来我们在车上吵架好几场，我就感觉他是小飞在跟我吵架呀。 你得是角色的本能反应，角色好，解释的很对。我拿个水壶砸头，砸了几下，结果出来以后一片寂静，<笑>真的很难受。从看到那个剧本就很难受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河边桥上哭的那一集，很清楚的告诉自己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场，在车里那场。 哎呀，真帅啊！<笑>装了个大，哎，我第一次见你是好像就在这个棚，啊，是吗？你蹲在门口玩游戏，<笑>就嘚瑟吗？你懂吗？就尴尬、青涩、社恐，上来去给你吵架那个，就明显的没有电视剧的经验。嗯、我喝脚，喝脚。<笑><笑>对，我那时候，哎，真傻。你想做小飞还是楚家军？ 楚家军吧，为什么？因为小飞是别人啊，很神奇，很难忘的经历。没错，嗯，我就希望那是一个平行的世界。哎，所以说就是配音是遗憾的艺术，这就是表演的魅力所在。嗯嗯